香港就入緊入咗紙，我每個月都入嘅，我每個月都入紙嘅香港。係啊，之前個記錄係之前有人幫我入紙嘅記錄係13次。係啊，因為新公司佢哋即係冇 record 咧，佢哋就可能嚇難啲批係啦。咁我哋而家自己入又係新公司。係啦，咁所以可能會耐少少咯。咁我哋都係盡緊力嘅，每個月入嘅。嚇、啊！我哋而家入咗都我哋入咗幾多次啊？六七次啊？即係由中秋節開始入。我哋由中秋節開始入到。即係九月。係啊，咁。係咪啊？未。九十。差唔多一年咯，係咯，係啊，差唔多啦。仲等緊嘅，都係紅館嘅，係啦。咁你今晚就話係咪啊？諗冇諗住即係最後都係嘅。冇㗎，因為係啊，其實我哋呢個 tour 係諗住係冇 encore 嘅嚇。咁我哋已經一開始就即係講咗，我哋即係排 run down 係排咗嘅，因為諗住就咁樣完咗個 show， 即係唱完 My Only One 完就係啱啱好㗎啦。逼得過啲觀眾。咁係啦，咁。講咗俾佢聽，其實都因為都開咗燈噶啦個 house， 咁但係無可奈何呢個 house 個燈好暗啊！佢哋以為冇開燈，以為仲有，係啊。真係唱四拉呢啲唱到，係啊，之前已經係我真係聽唔到，所以我問嘉平導演咯，我話你聽唔聽到佢哋嗌乜？我真係聽唔到佢嗌。咁拉尾佢話我聽喺 EMO 話係青春痘咯。我諗我講咗好多次，但係冇辦法，你唱得太深入細啦。係啊，係咩？冇啦。好似你首歌啊嘛。冇啦。冇定位啲。唔係咁唔可以攞咗人哋隻歌話人哋唱噶嘛？應該下次請翻徐小明唱。如果下次啲觀眾要唱《青春痘》嘅話，我會請佢嚟。一齊歌收埋。係啊，係喎，可以試下。是啊，是上下跳嘛。你唔會想跳得好激啲咁樣？冇啊，因為我已經好激噶啦呢一個。係啊。唔想練，主要係唔想練舞。唔係啊，我跳得唔好睇啊嘛，我跳得唔好睇，我驚啲觀眾睇到尷尬啊。唔會啦。係啊，頭先已經好尷尬噶啦。你介意觀眾笑係冇問題。我唔介意，如果介意我唔會頭先著嗰件乜嘢出嚟跳啊。嚇、啊！嗰件嘢其實係真係著咗起身咧，係真係會想喐噶。係啊，你唔會即係嗰件嘢，你唔會著咗就咁企喺度，即係唔會就咁企，一定係想喐噶。唔喐好似唔係幾好咁樣。係啊。衣服入邊有件背心好似多少少，係咯？我點解會咁樣著？點樣啊？有件師傅有個係數字嘅。嚇、啊！哦，咪。點解你裏邊要著件背心啲？咪因為佢哋話我嚟做索汗嘅。他說是索汗的，我以為你是不肯，即是不是師傅什麼，特地整件打底在做什麼？不是，設計來的，設計來的。有沒有信心可以掃汗的？哦，那當然有啦，下次啊。現在不好，沒有，下次。下次。等幾時先呢？哦，電影都有的。即是等電影啊？賣show都可以的，下次啦，下次啦。係啊，全滿都收曬咁啊！其實我都有啲私心嘅，因為之前好多次都係香港先，咁跟住就先至出去走浮。咁我發覺咗，即係喺香港 run 順咗之後咧，出到去走浮嗰陣時好順利啊！咁香港啲觀眾仲捱咗兩場，即係次次都捱一至兩場，大家有啲甩漏啊咁樣咯。咁所以我今次希望喺做咗出邊先。做順咗啦，我哋翻香港做咧，大家場場都好好睇。咁我咪真係會揾 Myman 啊？如果我去英國嘅話，我會揾 Myman 嘅，因為而家佢哋都排緊嘅喺度。咁除咗英國，仲有邊咩地方係啊？美國咯，美係啊。咁而家就十月尾就喺加拿大，係啦。咁啊，十一月就喺馬來西亞。係啦，跟住仲排緊，因為中間有戲要拍，咁所以就要而家夾緊咯。即係拍戲。係啊，又要拍戲。仔琴日有嚟
係啊，係啊，所以琴日我都叫啲觀眾嗌佢個名噶。我仲有多個仔嘅今日，大家嗌埋佢啦咁又係啊，係啊。有冇啲咩 tips 俾佢？係咯，佢尋日俾 tips 我添。佢琴日聽完之後，佢話：喂，我覺得啲和音好大聲，你聽下係咪？我話：我好多謝你咁用心聽。我聽日即刻聽下咁樣咯，係啊，佢真係好用心。你揾佢上嚟彈幾個曲？佢梗係我都想嘅，佢咁忙，佢嚟到睇已經好好啦。有冇反轉請翻你做好嘉賓？嗯，呢、這個我唔講得住，呢、這個你問佢，係啊。期待係咪？我一定會去支持佢咯，係啊，我一定。仔女會俾咩評價你啊？佢哋兩個係最中意 beautiful people 咯，係啦，因為我個女中意跳舞，咁佢就已經學曬，即係佢睇完尋晚佢已經識跳啦，係啦，佢已經學曬，咁佢頭先就喺度跳，我下次啊，下次啊，我都佢係啊，我要揾佢教我。或者他叫我你不要擺了你留一些給我來擺你不要搞了你今次是來做監製第一次很大的你說要經過很多難關難關很多問題咯即是很多問題要問我很多東西都即是做決定啊是咯即是 最主要是管我就是最主要是管 production 而已 production 和看數咯是的咁又唔會，咁又唔會，因為我而家呢一個今次而家呢一個台咧，其實係我哋設計嘅六七成到嘅啫，啊，因為成個台咧一定要係四面台先好睇嘅，係啦，咁今次呢一個咧就七成到啦。你有啲嘢想留翻喺？係啦，我留翻喺香港嗰陣時就。先做，所以點都要做埋香港，我先至再決定再做唔做。香港會俾幾多場？唔知啊，我睇下佢有睇下俾到幾多期我咯。咁今次係咪真係冇即係過咗嗰層，多層係咪唔收啊？冇乜點計㗎啦，而家點計啊？係啊，咁個個都係啊，個個都睇完都話你有冇搞錯？你啊，連我彈琴幫我彈琴 keyboard 嗰個，佢話喂。這個台兩場浪費不浪費啊？我說不是，這個台是只有七成的。我說下次我們做到香港，我們有機會在香港做的時候，我說你看那個台才是真的。但是搬不搬到一些去海外做，即是那個台有沒有這些？很難，很難，是啊，很難。因為即要整份東西運過去都是都難。那這個台有設定要多少數字的投資呢？你這次我哋未計數，而家未計住，因為嚟咗之後都仲有啲突發事件，再要使多啲，係嚇，咁冇嘅，咁起碼即係at least我覺得觀眾睇咗中意先係我哋第一個要做嗰樣嘢嚟嘅。係咪洗突咗你個過程？咁又冇，我希望收支平衡啦。希望啦，嚇！聽日即係因為始終 Coco 上台，但係聽日都遲啲。哦，之前即係仲唔上啊？即係因為台灣嗰個。哦，係啊，之前好之前喺台灣嗰陣時有好似做我哋有一齊做過節目嘅，一齊做過宣傳嘅，嚇。咁咪即係聽日會有機會即係去定係。應該我不會了因為我明天還在這裡是啊我還要跟導演還要再開會是啊講緊要講埋後面那些因為他明天之後他隔一天就飛了所以我明天要跟他講剛才都講到大半大家即是大家都要有正能量是啊是啊是啊okay. 謝謝 Thank you